林姓黄金剩女相继脱单，自凌自嘲要加油。曾经佢哋三个喺台湾有个好响嘅朵，就系、是、三大林姓黄金剩女。但自从心仪七月尾加霍建华，舒淇日前又升呢人妻，三大即时变一人独大啊！虽然痴灵曾经同个言承旭休市街传绯闻，但都系脱单失败，搞到41岁嘅痴灵日前都话要加行友啊！不过要数黄金剩女，香港都有唔少噶，好似41岁嘅阿蛇咁啊，入行咁多年，男友都唔少噶，但全部都系绯闻咯。Mr. I 至今仍未出现。38岁嘅李珊珊入行后就同钱嘉乐拍拖，去到2007年八年情正式玩完。虽然之后都全国绯闻，但都未能开花结果。去到最近，佢仲突然自爆，过去嗰4年冇同过异性交往，而是中途转机啊。不过弯路再弯，都有机会行翻直路噶。好似被传过同何诗诗断背嘅 Joey 咁啊，2012年被爆同师兄相恋，拍拖4年依然 sweet sweet。Joey 仲话想喺40岁左右结婚添。苹果 App 新功能，有独家料上爆。入嚟呢度爆料啦！